去哪里都可以，然后只要一上车就只需要给一块钱，你要去哪里我一定载到你到，反正是想要去哪里的都可以，然后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载到他去他想去的地方，去哪里都可以，只需要一块钱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我们一挑战呢，在高雄做一天的乘客。我现在就去巴士站，然后去巴士站找，因为巴士站是最多的，然后等要下吉銮的啊，要去 JB 的，我就去那边找。安哥，你是要等巴士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等巴士、啊。哦、oh, ，OK， 可以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去到吉銮了。OK， 现在需要半个小时，然后下来差不多三点。羊哦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城市那边哦，到了第一个观众的家，嗨，你一个人吗？我还有去我朋友家。哦 ，OK， 你朋友几个？也是一个吧，哈 ，OK， 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你会介意上镜吗？不会介意哦。那这边有零食，还有水，都可以认吃的，全部认吃的。你要吃，刚刚吃吧，我不拍谁刚刚吃。然后我们再去。下一个 ，OK， 还有一个 ，OK， 可以。然后你们等下讲回。父母在。首先呢，你们有做过 Grab 吗？我每次遇到的都是那种，就是要跟你聊左还是？就是吃饱吗？吃饱。没有那种 Grab 看不见了没？几岁哦？刚考完 SBM。刚考完 SBM 十八。你们去逛摩的吗？逛摩看展览。什么展览？大学哦，你是会读书的是不是？就是会啦。我看你是有散发那种孔子的气息。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哦？哎，没有话就是家车。妈都给搞死了。这个没话就跑我家车门顶。来，再到第二个，哇，你看他超乖哎，他安全带都绑。哎呦，安全带没有绑。他早早找我，然后去载他，然后他讲要找这个朋友要载女孩子，哇老诶，女朋友啊，哼，十八岁谈恋爱这个，哎呦，这有那种青春时期那种感觉，懂吗？那种青春的那种，在中学的时候约女孩子出来，哇塞，可以啦。看展览诶。今天我就来撮合你们。够力啊！我那个想要有朝一日我会见证这样的那种小一堆小情侣在我前面。我想要去逛摩，去逛摩这里也可以找。其实你可以再早一点讲。别来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要到了，老板娘，你们想下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对了，我看我的标志哦，你看看。谢谢。OK， 你对于今天的这个 Grab 五星，你打分到？五星。哇塞！我没有看过一个 Grab， 我还会问热不热的，热不热是不是、啊、？Steady 是不是？可以啊、哦、，OK 可以，谢谢你们 ，OK， 拜拜，小心啊，叮叮，收获多两块，你看我停在我的地方，你看，哇，可以嘞，他们，我看好这对，不错，那个男的文质彬彬的感觉，我懂你要讲的就是。一看以后就是会有大好前途，会有很好的将来。来，我们再要去我们的下一个顾客。刚才这一个哎，叫我去幼儿园带他，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会在幼儿园。再往这个，我们就会吃东西啊。我今天到今天还没有吃到哎，我从刚刚十一点到现在三点多，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刻。原来做 Grab 哦是这样忙的。到了，小天使幼儿园。哇，这两个带书包哪值的哦？去读书，我带的全部都是读书人啊。嗨，你好 ，Hello，你们去哪里？我们去加米啦。介意上镜吗？啊、哦，不介意。不介意哦。OK， 来，这边有零食，还有水，任吃任喝，刚敢吃刚敢喝。OK， 好，可以。刚敢吃刚敢喝、啊，你们会热吗？要热的话，刚敢讲。如果没在你们的话，你们就要走路去啊。没有，没有。那你们等下讲回啊。可以再载我们一次吗？你们多标价来 support 你的生意。哦，这样我就是要载我们回来了，我看 OK 了，就载你们回来。要去载我另外一个朋友，他强烈邀请上镜。强烈啊！你为什么这样无耻的要求？强烈哦！这个叫我怼住他脸拍，拍一拍先。嗨！哇，你们很像哎。
人性气质是吧？不是啊，朋友朋友朋友，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讲叫我们怼住你拍，到了。来，我问你们 ，OK， 你们对于这一次做个五颗星，你们会打多少分？五、哦。哇，这样 steady 哦，你呢？六颗。中外怎么原因会打那么多？安全驾驶。安全驾驶 ，OK。还有？车很稳。车很稳。哇，你看他车手啊！等下你们要回的时候，你们再text 我 IG，OK、okay、哦。这样等一下我们一点啰。哦 ，OK。等一下再一次过拍照。嗯 ，OK， 可以。OK， 好。OK， 拜拜。拜拜拜。可以可以，我赚了多少钱了？多少钱了？我算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盘云吞面，还不够贴。我该买零食的钱了，我买那零食买了20多块，然后打油哎，我已经叫72 km。OK， 现在我已经想休息了，哇，晒到我整个粉粉啊，整个超饿，我今天还没有吃到任何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吃我们的午餐，然后等下吃完了应该是4点多5点，我们再继续再到6点，看我今天还会有多少个顾客，还可以赚多少钱。现在来吃我们的午餐，等下吃了再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一路过关不是梦。现在就要去载我们刚才那三个小朋友，带他们回家。我来了，看他们在那边，他们也是做完功课了，又可以赚到一个3块，送了他们，我也想回家，我累了。哇，坐这个太累了，一整天驾车。我好朋友来跟我们讨论，认识很久哦。嗨，过得好吗？你们最近？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因为你们是今天最后一组，还会为你们清唱一首。你没有听过我唱歌吗？没有。他没有做 YouTube 之前啊，其实他是一个歌手啊。不是歌手，林俊杰是我表哥。哎，这句话。你们选一首，你们选一首。想要唱你最拿手的。我最拿手啊，不删你们听过。为什么留着你？你是幸福开始，不敢，就没有人替我说。那我就唱了哦，好，是你们要的哦，你们自己直接要听的哦，好听不行，所以你们还是要来录一下，竟然你们执意要求，好的，那么我就乐意现唱，我看我们上面见识过我厉害，我来哦，来，为什么留着你的微信不删？为什么当初说好的话不算？既然都已经决定一刀两断，曾经的习惯还是留。不可以啊！你看我唱歌不可以啊，是不是？我有旅行的承诺啊！我讲我要唱歌给他们听。OK， 因为开这个会中版权嘛。OK， 我也唱了，他们也是最后一组顾客了。OK， 你们是最后一个我在了。OK，Daddy。OK， 这些零食是。我本来买哦，我要给你们在车上吃的，就是我在的那些观众，可是没有人愿意吃，所以你们分哦，你们带回去哦，你们分掉它带回去，你要拍到吗？要 ，OK， 来，嗨 ，OK 啦，今天的这个 Grab Car 一天呢圆满结束，噔噔，应该是赚了差不多8块9块，然后我们回家一结算 ，OK， 再回去我们本来的那个地方，回去我的甘榜要半个小时，我们再专心好好驾车，我也是很累哦。OK， 我们。再回来，对了，整个人像被那种僵尸抽干了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折腾。OK， 我们这个 Grab Car 小白羊的1块钱的 Grab Car 到底今天赚了多少钱 ？OK， 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、7块、8块，总共赚了8块钱。所以代表我中间总共在有8个人，整体来讲，我觉得是真的是蛮不错的体验呐、就是第一次我驾这样长时间的车，我从我12点驾到6点，是我人生第一次驾这样长的车啊。然后也是有体验到这个做 Grab 的辛苦。然后我4点才有时间去吃午餐，因为有客人就一定会想要载，因为你坐这种 taxi 哦 Grab 哦，有人给你载哦，其实当下也是很幸运的，他们就会选择宁愿去载好人，然后把次排在最后，因为你次好人可能就没有人了，有人要你载的时候，你就会赶紧的马上去载。今天这第一集1块钱体验做 Grab Car 就到这边，然后我这个100个职业的这个系列呢，我每一集赚到的钱
我会存起来，然后等这边的金额庞大了，可能有50块、100块啊，我会把那些钱全部捐给孤儿院或者老人院。OK， OK 啦，所以今天片到这边，我们下节见，拜拜。